来查证了村民们的感染情况，死了两名男的，还是帮助他们进窝了，变成了间谍。我计算过你们的生存几率约为32.33333%，当然后面是无限循环。这东西本身并不致命，不应该能帮你。我还是自己来处理吧。我可没工夫在这干坐着等你们使用那东西。再继续挣扎，只会让全人类更加水深火热。如果一定要使用暴力，也不会退缩。真是千金，想要了结这一切就简单多了。他被锁住了，如果有我一定找不到。发动了，来我身边，我帮你治疗。还有这么多人都活着，好吧，那我们继续。或许你们稍微离自由近了一步，但我不会，也不能让你们得到自由。受死亡吧。你们反抗的同时，死亡也步步逼近。
身，就算拿走他的钥匙卡，也别以为这就是最后的挑战。解这一切吧。本来就占据上风，现在更有信心了。失去光明之后，我们才学会了珍惜。这么微不足道的成功，可要被他冲昏了头。这些怪物不该被制造出来。但至少他们这次派上了用场，就让他带你上路。释放治疗喷雾。我得更加谨慎才行。谢谢你帮我。没用。停止抵抗。下一个区域应该可以为你们送终。他们会一步步地带你们走向死亡，你们的死能够进一步证实，这个研究和它的副产品对这世界来说太危险了。什么？这不难处理。我会找到你们的。这可拦不住我们。不可避免的。你们的生命都会像这样结束。志得意满，但别以为我会在一旁袖手旁观。
反抗的同时，死亡也步步逼近。太残暴了，但是我想应该足以完成任务。对了，还帮得上我的忙。这种事现在具备了成功所必要的一切。你们的死能够进一步证实，这个研究和它的副产品对这世界来说太危险了。他们会一步步地带你们走向死亡。没想到自己竟然能脱身，还好有死亡也步步逼近。这是为了报复你那次忘了我的生日，魏磊。放弃。好惨，时间到，所以你们的末日来临了。